来臭地门，几天不见，甚是想念。点赞加关注，下次恰饭不迷路。祝店各位一夜暴富啊！那么今天啊，咱们来这个扣扣人最爱玩的地图啊，一带力搞起。这把开局啊，就有一个绿绿的技能 ，which means 啊，咱们这把可以前期玩僵尸攒条子压发育啊，中期超进化英雄关树加围巾一把满级不是问题。但是你们也看到啊，这个图的前期啊是很难抓的啊，基本在这个高点上面站着啊，所以咱们的话先不着急变僵尸啊，我们等出了单笔之后啊再去玩。好，咱们直接开六不对，逼逼你爆一个爆一个爆一爆 headshot 啊，咱们立马 P 到恢复强化 2.0，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能。万一到了后面真不来生命补益啊，咱们又有大炮情况下啊，这个恢复强化就变得至关的重要了。啊，咱们赶紧上这个三楼，我操啊，狗头人小，很想抓，我抓得到吗？抓得到吗，猛子？好，咱们出了一个 F 啊，这个人类的 F 二的话，咱们只能起个吹风机，但咱们六已经开过了啊，所以我在考虑啊，咱们就不可以 F 二可以买个扩建去炸一波啊，但能不能炸得死呢，就不太好说了啊。今晚咱们这把开局啊，很多绿绿的进啊，但是一个输出都没有，咱们得注意一下血量啊，一直待着的话会被炸死。等僵尸的话再多一点啊，再多一点，现在还不够多。好，我感觉差不多了啊，我感觉差不多了啊，准备来扩建，炸一，我就炸死两个人，是这么垃圾的吗？啊，不过也还行吧，虽然人类的 F2 没了，不过僵尸的还在啊，这把可以去小半笔的。哎，他妈你个憨皮小人，是别跳行不行？你跳得上去不？你告诉我啊，你一个刺激小跳得上去不？兽都别炸我！啊，牛逼啊，死小白一群啊，哎，陆毅的小花生米，小花生米，这他妈扣不到，是不是他妈炸死都扣不到啊，我啊是真的要笑着玩呢，兄弟们啊，真的要笑着玩。那么还剩一个载种，不知道躲哪去了啊，咱们去酒窖看一下啊，在这酒窖里面啊，好像不在啊，不在，不玩 K3 的啊，居然在平台下面啊，哎，浪费时间啊，等着啊，下把的刺激啊，白们啊，别玩了啊，别玩了，当我 F2 起帮你那一瞬间，你就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僵尸玩家啊，什么叫僵尸玩家。咱们是一个自爆的啊，自爆的啊，就要扩建了啊，加两千块钱把这个钱给它搞满，然后久违的说出那句 Now it's my zombie show 啊，原来是这个样子呀，你已背了呢。好，咱们隐身摸过去，发现个憨憨小白，把它抠掉啊，跳。好，别点了，让我扣个 bot， 让我扣个 bot， 应该是个 bot 啊，对，是个臭 bot。 那咱们的话先抓三楼吧，先抓三楼，人还挺多，咱们准备来一波手榴跳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我操，那个全套过来真是搞笑的老弟啊！你是不是搞笑啊？现在的话去破一线天啊，咱们从这个红色屋檐这儿起跳啊！啊，为什么说这个图对吧？啊，斑比啊是神呢？啊，肖的话确实不太行啊。啊，咱们先隐身一波，我他妈来了！拿来吧你，拿来吧你，拿来吧你！我操，被他们甩飞了啊！不过没关系啊！我操，这也能爆头啊！啊，他妈这能爆头啊！不过的话也没关系啊，咱们再来一次 ，one more time！ 哎呀，一发入魂，致命一击 2.0， 十分甚至九分的欢喜啊！甚至扣，但是这样的个电锯，哎，他妈这扣不到，这扣不到，这扣不到，这爪子判定短的，跟他妈路易那个牙签一样，知道？然后大炮也来立即把输出啊要拉满了呢，对吧？不敢想啊，兄弟们。好，别急，咱们再来一次 ，one more time。别当我瘦肉跳，别当我瘦肉跳，别当老子瘦肉跳，我真是操，这种死小白啊，动来动去的。啊，真是要笑啊，必须得笑着玩，对吧？啊，你不笑得很难玩得下去啊。我们来细数一下，这个游戏
有他妈的蒸蒸日上、路易亲妈的佛殿，还有路易的花生米餐厅的，同时还是死小白啊！游戏他妈玩不明白啊！哎，坑人是很有一手的。等着等着，别玩这把，别玩这把啊！哇，真的要生气哈！你花生米，哎呀，抠半天抠不到啊，只能笑着玩。哦，对啊，我甚至还说漏了一个啊。还能死了妈的畜生弹幕带师啊！你左键抠不到，不会用右键抠啊；右键抠不到，不会用左键抠啊！总之啊，抓不到音是我自己的问题啊，绝对不是因为路易是他爹呢啊！对于这类畜生的话，我就一句话：建议你用嘴来抓，好吧？哎，用嘴玩游戏，用嘴来抓。那么这把啊，咱们除了没有补叶以外啊，输出拉满啊，帽子天者、会不神话都有，就咱们放心打游击啊，反正僵尸也抓不起。我操！牛逼的时候他妈才说完，立马屁股后面刷个复活点啊！这把的话无双胶，但是可以重置啊，所以他妈啊，打个几把的游击打不了一点啊，打不了一点啊！哎，只要离开人群半步啊，屁股后面啊瞬间刷十个甚至九个路易亲妈的复活点！我操，无双重置不了了，那咱们直接开了不多 BB 啊，先把六给开了啊，先把六给开了啊！还有谁啊？还有谁过来跟我？比划比划，好，一个小妖过来的话，咱们要换蛋了啊！快赶满过来。下面的话有僵尸，咱们先回去啊。但是奇怪了，我操，他们刚才明明打死了，我靠，应该是先打死，然后再开个五啊。哎，他妈这种电锯啊啊，害人终害己，知道吧？害人终害己，喜欢往别人脸上甩，然后自己先被抓了啊，纯小丑 ，fucking joker。好，咱们要大炮变形一炮。我哪来的呀，我靠，这是佛殿跳上来的，小白应该是不会跳的啊，难道说这房里面还有高手啊，还有高手。咱们先不着急，开个觉醒先滋一波，我们再大炮充能，然后准备大炮变形干他娘两炮啊。好，要准备好啊，干嘛小蛮笔，干嘛小蛮笔啊，很想抓，我很想抓，我们抓得了吗，抓得了吗？好，大炮变形一炮两炮全部秒完，这就是关树大神的旗开来的。我操，这房里面还是有几个小白会受不住跳的啊！上面的话已经尸变了，咱们跑不掉，咱们这没无双啊。等下波，哇啊！他妈谁打过来的呀？啊，谁推过来的啊？你给我等着，等着，小白真是，我就搞不明白，你卖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吗？啊，有什么好处吗？哇，是真的要生气了啊！恭喜小白们啊，你们成功惹了一个不该惹的僵尸玩家。下把咱们直接自爆，直接自爆玩僵尸啊！还剩三个人了啊！听到声音啊，在这个三楼上面啊。小白很喜欢手中点位啊，对吧？从头守到尾啊！哦，还掉下去了啊！人呢？哎哎，哪的吧你啊？这把话怎么看啊，这么抓三个人就有超进化蔡依林了啊，又来一个绿绿的技能，看看这把抓得快不快啊，抓得快的话咱们就不变僵尸啊，我们秒一波啊，咱们下一把再变，抓得慢的话对吧，咱们也是秒一波然后去送抓，那或者就是自爆也行啊，不要给小白送经验啊，送条子。那句话，咱们远离人群啊，远离人群。好，来一炮两炮，但是的话应该是抓不起来了啊。那么到目前为止啊，全房就我一个光束大神，咱们武器库直接交啊，不要，反正有大炮，一爪子就死啊，直接交。白给的话，咱们就直接对吧？啊，超精华两人就完事了。好嘞，一炮两炮打死个肿瘤仔，还是小斑比不要跑，你给我们打哟！哎呦，小斑比啊，想干什么？很想抠我，很想抠我！哇日啊，这种复活点老他妈干胶的武器库啊，一爪子被复活点抠死啊，真是没话说啊！再数2.0，我跳得更高了，咱们这把对吧？我人类玩不了，怎么玩僵尸啊？僵尸往上上线抓一个小白，好 double kill， 再跳过去，别他妈挡着我，别他妈挡着我！死小白，猛抠猛抠猛抠，他妈这抠不到真是没话说啊！路易的花生米他妈是有多小，是有多短？
一个扣不到啊。破晓开溜，哎，真的、啊、莫名的抽象，知道吧？莫名的抽象，这种野蛮的想法啊，搞得他妈我玩的也抽象了，也他妈操作变形了啊！下把话咱们直接超进化鸟人啊，说干就干，说干就干啊！不要给小白有发育的机会啊！我他妈来了，人呐、啊！啊，掉里面去了，掉里面去了啊！摩的啊，出不去了，出不去啊！真的是他妈4K，兄弟们！4K 的武器库啊，能否震撼您的眼球？但是没有关系啊。怎么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？玩僵尸呀！我就是一名僵尸玩家。既然咱们的武器库白给的话，准备对吧？玩僵尸啊，再抓一圈啊。下圈的话，我估计可以起围巾了啊。然后戴这个帽子的话，对吧？一口气抓到满级都不是问题。先看一下啊，抓不抓得起来？抓不起来的话，就该我出手啊，就该我出手了啊！这种冤僵尸是怎么抓起来呢？僵尸在哪儿呀？牛逼啊！找了大半个地图啊，就是这个影子见不到啊。啊，看到一个圆圆的僵尸，对吧？变个这么圆的僵尸啊，怎么抓人、啊？你告诉你怎么抓人啊？但是不是来炸我？哎呀，笑死我力！有情况吗？一炮。两炮。不过咱们这种再升一级的话，这 F2 可以起棍出二了啊，所以我在考虑到底是去玩僵尸还是玩人类。啊，先把这个卡力给它放好，先把卡力放好，再升一级棍出二来，准备好一炮两炮带走。咱们的话先垫着啊，先滋着，就是这个小奥。我操，咱们找个机会吧啊，等僵尸再多一点啊，对吧？至少两只以上啊，咱们把六给开了，然后去送抓玩僵尸。好，发现个小斑比，喜欢隐身，大炮变形，玩啊！哪儿鸡巴？哎，玩你妈！玩僵尸，玩僵尸去啊，玩僵尸去啊！这是没话说的，他妈都烂逼复活点，他妈刷个不停啊，刷个不停啊！哎，真的是也不该犹豫啊，也不该犹豫的啊，应该直接去玩僵尸啊！就没这么多逼事儿啊，对吧？我先说话早抓完了，扑下来点是吧？点是吧？啊，待会儿再来收拾你啊，待会儿再来收拾你啊。我居然没有人这里啊，抓一个哈，立马扣 F 一，立马扣 F 一啊！飞奔的下出来真的是啊，别跑别跑，顺着扣顺着扣，好，咱们先下去，先下去啊。现在光束开始变多了啊，小白等级起来了，但是话没有关系啊，咱们只要扣了 F 一之后啊，他们基本上定不住我的啊，定不住我的。咱们兄弟吧啊，800里开外啊，这飞他脸上去，飞他脸上去，爽啊！申请老师点啊，点点点啊，继续点啊你啊！金箍棒过来敲我，真是看不起神的弟弟，看不起神的弟弟，我操，真的是啊，震撼我的眼球，太他妈抽象了，太抽象了，抓一个，再抓一个，顺着可好？那个玩破晓的四小白，你给我等着啊，马上到你家门口来收拾你啊！喜欢破晓点是吧？喜欢点啊，玩破晓点点啊，猛扣啊！哦哟，开六砍玄关，哪来吧哪地呀、啊？我又开六十八，砍死吧，砍死吧，砍的飞不着，是11K 砍的 MVP as usual。总结一下就是啊，一个路易亲马的复活点引发的血案啊，没那个复活点把我抠了，就没有这个鸟人抓11K 啊。咱们的武器库马上又抠一圈了啊，这 F2 的话虽然说还在，但是用来起围巾的话有点可惜啊，所以咱们这 F2 的话先不急着起啊，我们先把关数先过渡一下啊。F2 的话都按掉啊，按掉，先保存下来，看待会儿能不能起个机枪啥的。一把的话就是输出基本拉满啊，但就是没有补液，一爪子死，所以咱们得10分甚至9分的小心啊，不能再被复活点扣 S。 哎呀，干嘛呀老弟啊，猛子
啊，变了个赤将啊，格挡射吧，格挡射，先别去打他啊，他一炮带走啊，小雪他妈赤将啊，那种寒酸监视啊，哦，等一下，怎么按了 F2 之后这围巾也买不了了呀，对吧？买的话这 F2 买个围巾血亏啊，又格挡啊，啊，非常的幽默啊，这种寒酸赤将啊，猛子，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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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，这赤将啊，还来个小斑比啊，来猛射小斑比。这个瘫软在地，那个星子话，哦哟，一炮两炮干嘛老弟啊？来，弹开，射死，想抓我、啊、门都没有啊！可爱的小斑比，猛子猛子！哎，不得不说啊，有这个帽子啊，身体就是快啊！一炮。两炮带走，隐身的小斑比啊，对吧？啊，有用吗？有用吗？在我光荣面前隐身认识啊，可笑啊，真可笑！啊，又是小斑比，小斑比源源不断的哦，现在选奎了啊，生气了是吧？生气了是吧？老弟别急啊，我知道你很在，你先别急，一炮两炮干死啊，还有个小斑比啊，干嘛老弟？干嘛老弟啊？这复活点啊，成立被陆续起码复活点安排了，但是问题不大啊，因为咱们是无敌的光束大神，再升一级咱们买机枪去啊。这边的话不知道有没有人阴着啊，好，来准备好小斑比要干什么啊，发什么青春呆啊，发什么青春呆呢，又是一个小斑比啊，踢人一炮干死，好，咱们继续滋，这话坚持有点多，哦哟，那没事了，还差半级啊，还差半级，咱们可以起这个什么机枪了啊！哦，应该认识啊，小斑比啊，源源不断的，好，大炮变形了，一炮、两炮带走，快切也来了，输出拉满，好，先别急，先别急，赶紧把这个机枪给他买出来，买个燃爆雷，买个燃爆雷 ，OK， 兄弟们不要怂啊！哦哟，弹开啊，很想扣吗？小斑比，来，准备好一箭连，一箭连。一箭连啊，一箭连也干，兄弟们，一箭连也干了啊，继续扫射，太他妈爽了，这样貌似也抓起来了，抓起来力，不过变这么快了吗？这把我们炸一波，哪失电了，不敢下去啊，下面的话估计要被抓，先扫射，来，继续继续继续，一剑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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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呀，连麻了，哦哟，干嘛棺材？干嘛干嘛？扫射，逮不死你，我操！哎呀，还好一剑连，还好一剑连啊，一剑连，一剑连，一剑连，哈，连麻，兄弟们太爽了，暗影机枪啊，猛射！哎，又是黄暴击一爪子啊！玩不了，兄弟们，玩不了，现在啊啊！后背暴击啊！这一期的一期的，因为咱们到目前为止啊，还是没有补叶的缘故啊，对吧？有了帽子、新者、致命一击、弹头、大炮，什么都有啊，对吧？什么都有啊，就是没有补叶啊。你看对吧？书基本上拉满的，就要咱们来试下特点狙吧。像咱们只是快切的1.0啊，但这个狙的话啊，还是有说法的。狙也是可以一箭连的，来一箭连，一箭连，为什么有僵尸连不起来？狙到后面的话，这关数就越多，就越抓不起来啊！所以咱们得赶紧啊，赶紧把它满级啊！哦，变了个幻头一模，这么生气的吗，老弟啊？不要生气嘛，不要。零，好，点燃也来了，好，来一枪，谁他妈抵着我啊，畜生狼活妹啊，你给我等着啊，待会只要被抓立马直接单六知道吧，小畜生狼活妹啊，贱，哇、哦、这光头想干什么，想干什么啊，想射脸上是吧，哎，有点卡手，这快捷1.0啊，没有2.0那么丝滑，但咱们是有帽子的啊，咱们再升个2级就可以直接起龙神了。
咱们还先把这个蓝牙棒给换一下啊，蓝牙棒，蓝牙棒，蓝牙棒。哦，又刷一个是吧？啊，那咱们把机箱也换一下啊。这个机的话确实不太行啊，没有20的快捷玩的确实很难受啊。早些带走。应该是光速大神啊，这把抓不起来，很正常。哦，先15一个火箭炮，再起飞，再一箭连一波，再扫射带走啊，完美。哦呦，好复活点啊！憨憨小喜欢跳啊跳啊，一锤子倒头就睡呢。哎，这僵尸我操，抓起来兄弟们，抓起来力，抓起来力，好、哦，在干什么？僵尸的话这边不是特别多，先轰炸一波 ，headshot， 哎，有没有一箭连？没有一箭连，僵尸没有僵尸吗？这附近啊，僵尸去哪儿了？好，我又飞过去，我又飞了回去啊，再轰炸一波 double kill， 开始一箭连，一箭连，一箭连。我、哦、干嘛认识牛逼的钩子雷啊，差点被抓了啊。啊，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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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稳住，还差半级，还差半级啊，现在15一蓝头还没就没有死啊。咱们来这个经典突翻点位，马上准备起龙神，还有个小白的话没有被抓掉啊，咱们先不管他。好，立马 F 掏出我的逼迫苍龙过来跟我比划比划啊。来。这个位置啊，真是来多少我就冲多少啊！为龙神和兔神量身定制的突翻点，你看啊，撸一发再撸一发，我操，生命不易，他妈现在才来，太他妈有说法对吧？啊，两把的这后背暴击被他妈抠死啊啊！然后30级来补一啊，我真的是谢谢你泰罗。这话没多少时间了，没多少时间了啊，看他们有没有机会再冲一发，再冲一发，我操！再冲一发，太刺激！这把是54K 杀敌的 MVP， as usual。现在打了第一名啊，444分，下周看。